找找，就去我房间挖一件，哎，他身上那件我的好不好？
不可能当众不一标啊。
完是不那个。必须呀！我们有这四支，那个苹果的话有原味跟红的，然后原味的它搭配是一天三个。来，你知道答案吗？你真的知道？好，我们来
今年今年做的很大很大。好，那我们获得的就是我们大家冰冰冰酒两支。再来要问大家第二题了，请问一下，冰冰西班牙之星目前呢推出哪几款啤酒呢？哎，很难哦。有人知道？好，既然有人知道，我就不让大家 Google 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三秒啊，一二三。好了，真的没有人举手，就只有这位大哥，就是你了。来，请告诉大家有哪两款啤酒呢？这个应该也是昨天有来吧？4.5，一款是6.2。他是答案不是这个哦，但是他有讲出是两款没错啦，那我们就先把他的礼物要不要先送给他好了，两款没错，但是呢我们这两款啤酒呢是拉格啤酒还有烤啤酒，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BB 西班牙之星呢去品尝一下这次呢推出的拉格啤酒还有烤啤酒。那当然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，像是我们的 Killing 一番茶、五排爱德怀斯、西班牙清新啤酒、佩罗尼啤酒、尼进斯、微风还有百威等等的，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手再放下来，我们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哦。首先放下哦，一二三，哈哈，有这个条纹的，很快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他每一场都很热情的参与耶。这个你们是昨天有来，只有他有来是不是？哦，他今天叫大家一起来，他哎，你开始慢了下来，对不对？还有25秒。
啊，你正。你好。正。你坐在这。一般不
每天都在整理。现在还可以当开始大件的啊，他这个。